一定要听进去，记住，了解我们的身体，了解疾病，你越多的了解它，你才知道该怎样的去施治。有任何关于疾病方面的问题，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400-182-3455，400-182-3455，让我们一起减量健康。医学研究发现，日常生活中不健康饮食、不良情绪以及组织器官的衰老，均可导致代谢能力下降。中医学把人体代谢能力下降归结为脏器功能的改变，即肝湿出血、气滞血瘀、脾湿便秘、胃生痰湿、肾虚色大、浊物淤积。代谢能力下降直接造成体内毒素沉积、细胞营养缺失，产生各种慢性疾病及久治不愈。陈凤云主任带领慢性病研究小组深入贵州辽西发源地万峰山区，对辽汉奇方取经辽西独有的药材发酵法进行了长达10年的医学研究。在环境奇特的万峰山原始山洞中，先将野生药材经过36到81天的生物发酵，激活单位药材的生物活性，然后按照严苛的配比重新组方后，再二次发酵90天，经两次发酵，提取到极其特殊的酶类物质微粒体酶。国内外大量医学实验研究证实，微粒体酶是唯一可以提升人体代谢能力的生物活性酶，可以加速体内垃圾毒素的排出。你好啊，这位朋友。你好，花爷子。哎，陈主任，你好。哎，您辛苦了啊。哎呀，是我姑娘给我打电话，她告诉我呀，让我听你的讲课啊。哎呀，我这都听了7、8天了啊，就是从开始听上啊，我就被震撼过。啊，我就觉着吧，我有点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嗯，这应该。是老天爷。